这个时候是上海话讲得好，国语好。哦，小鸡腿，小鸡腿，小鸡腿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吃饭怎么说？吃饭、困觉、打药。叫我小笼包。小笼包，人家一定要上去两楼去排队。嗯。而且就是看到人家吃，吃好之后自家坐下去。嗯。而且吃个哈粉小笼包，帮着一个蛋糊汤。嗯。啊，味道还是老想念。有人知道，侬也是阿拉上海人。对对对，上海。侬小辰光上海住了多少辰光？上海出生，上海读，我到1958年到香港。嗯，那记得小辰光上海，给侬留印象最深的啥物事？上学啦，拉弄堂里向白相咯。很巧，我第一次演出就在上海。其实，阿拉是上海人。那阿拉也不客气了。是哪里吧？不晓得。上海话，阿拉妈上海人。我们想想咯。他阿拉一道帮我上海话。阿拉搿姆妈真正气死人，可是我要去讲伊哦。有同地嘛，不拼就嫁得起；没的呢，再等我要。刚刚你们装糊涂，随便侬骂伊打伊，伊果然立马忘记脱了，还是搿副样子。我呢也没办法。啥地方啊？好的。讲上海话的，小辰光不会得讲。小辰光不会得讲。就会得听，不会得讲。啊，搿伊拉两家头侪是讲上海话。哎，伊拉辣讲，阿拉就是听。两姑姑，我想你。采访讲上海话，这个还是第一趟。啊，所以让我讲起来慢慢叫讲法，好吧？我是11岁的辰光到香港来，啊，来这个之前来了上海的南洋模范小学读书，来了这个徐汇区的那边。侬先生几时回来？可吃饭那个了？啊，那搿趟一转来呢？侬不要背出噶许多梦了，两夫妻常常分开呢，总归不大好。侬讲对。根本侬会得讲上海话呀？会啊。真的呀？上海人啊。阿拉上海人。菜谱菜谱。侬好侬好。我上海人。我上海人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上海人。住的啥地方？福开生路亚飞路。福开生路就是现在的武康路。最觉着难忘的上海的菜是啥？其实我顶欢喜吃就是吃饭。哦，吃饭有的哦，呀，吃饭糕，嗯，吃饭糕是后来子我回来上海才有的吃，嗯，好像别个地方没做吃饭糕，只有上海，对呀。现在我同学现在还晓得个，来看我给我买吃饭糕包吃，都蛮便宜的。上海青浦，但是我在崇明岛出生，啊，生在崇明岛。那你上海话会不会讲？当然会了，因为我上海出生的。长大的我知道阿姐的上海话是带有那种比较老派的上海味儿。侬会得讲不了？我上海我讲了一眼眼，一眼眼，一眼眼，蛮好嘛，蛮好啊，蛮好，交关好。现在下气好。我就用上海话来讲，希望家里经济繁荣。我是在上海出生的。哦，对，哎。我是上海人，上海人，上海人。哦，侬会得讲上海话呀？我会得讲。啊。你上海话老来塞的，讲得老好。我会得听，讲就会。交关。一眼眼。老标准的，老口音的。你上海人？你上海人？我。讲不下去，我也是怎么讲？吴瓦斯，吴瓦斯，吴瓦斯。哎，小笼包，小笼包。要不要海粉？海粉，蟹粉呐，海粉。哎呀，有可以，嘛可以的。小吃咯，必须侪上海话。系咪即系 friends 先会讲嘅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即系衰仔系咪？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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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嘅对白仲有一个阿拉老头子点讲咧？阿拉老头子，阿拉老头子，即系我嘅老头子。我哋进来啦，边度啊？妈，今个月嘅家用啊。其实啊，你佛光我都记得啊。哎呀，囡囡啊，不要讲得妈家吞钞票，一日到晚候了侬个钞票，有啥弟弟也无所谓的嘛。